看看这个啊，新疆那边虽然斗个不明发光体。哇，这是陨石还是啥东西？哎呦，这么多！啊，这个时刻我看到外星人很兴奋的，哎，把那个摄影机啊投到那个投射到天上去啊，投到天上去啊，然后就播放出来了啊。哎，这段时间天空当中的奇景呢，很多很多啊，很多很多，基本上不用拍了，人家只要拿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啊，伪造的就很少很少啊，如果伪造的东西基本上一眼就看出来啊，你像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，就是，就是外星人布放在天空当中的啊，也太迷幻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